耶！见面啦！嗨，大家，很久不见的场景吧？这是我们老宅，就我房间外面的小阳台。对，我回来我妈妈家这边拿一些冬天的衣服，因为今天是这整个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寒流，现在只有应该8度左右吧，超级冷的。那我今天还要去露营，还好是那种网美型露营，就是会帮我们搭好，不用自己在深山里搭棚那些的。我们今天呢要玩交换礼物，我一年通常都只有一场，就是这一场交换礼物。我们都是玩形容词交换礼物，今天比较特别，我们今天玩的是零食版本，就是心里想着自己想要的一种零食。然后我已经昨天去买好其他三个人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猜对我的。我可以把我形容词放在这边，你们可以先猜猜看我的形容词会是什么样的零食。就3:30左右到了，对。要上路了，我们先来买一些路上的小零食。黑加力，3颗茶叶蛋，还有那个饮料，然后还有一杯中杯的热拿铁。不会了，不会了，刚外面热而已。大家就这样子拿，然后就这样子。对，这多少钱啊？19000多。但我是买那个，就是创作组，对，它也有你可以只买几支的，哦，就不会配麦克风那些。上面天气好好，跟下面是两回事。我们只来2天1夜，但是行李超级多。山上的天气好好，大太阳。他们后面坐一下。上山喽！这里吗？哇，只有我们呢！耶！上面这边的。耶！谢谢。很少很少，我们看到，我们确认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帐篷，还有这个吃饭的棚子，里面呢，现在就是这样。空空如也，我本来还以为是那种固定式的建筑物，没想到是一个真的帐篷。这边是营区给我们的食材，但是应该不够，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带出去买。准备去全联采买食材了，因为它的食材真的 get 很少，而且大部分是烤肉的。我们觉得今天真的太冷了，我们想要吃火锅。我们就拿这个下去装。好，就这样。结果我们最后还是买了蛮多的，买了一支很可爱的酒。他们在弄里面的灯条。那我们刚刚在里面这边也装了一个么字形灯条，看起来超温馨的，好可爱哦。我们今天的汤底，那暖炉我先拿进去吗？外面应该用不到，两个火锅。哦，直接两个火锅就可以。那反而黑色袋子，里面好像还有。不好意思，请问这怎么用？你有装这个吗？他没有装这个，他没有装这个，傻眼！他这怎么装啊？我看一下哦，他有那个扣的地方，就这样。哦，要按这个啦。他加水了哈？加了，加了。第二次，我会了。好吧，我也学一下。这要打开吗？要啊。你不是坏了？红色都要拔起来。嗯。可以，第二锅。哎，那我们
面有东西耶。对啊，关起来啊，就不要不会这么冷。今晚的两大锅火锅，好多菜哦。太冷了，既然换一个衣服。准备完毕，没错，开吃。圣诞快乐！好喝哎，好喝哎，这不像白酒。复习一下形容词交换礼物，我每个人在行前呢都有提供五个形容词去描述自己想吃的零食，那另外三位就要去猜跟购买这位朋友想要吃的零食是什么。先你的。我的是什么？我的超级超美版，我的是减肥可以吃的，然后知名品牌，电视广告，对，电视广告，各大地方都能买到，有一个超过300块的选择。我觉得以上四点我都符合。那减肥这个，因为每个人对减肥的认知不同，在我的世界里他不能减肥，但在你的世界他可能可以减肥。但是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你想要吃这个，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吃这个，我很喜欢吃那个东西，可是我好像没有人知道。放了吗？大家都放了吗？放了，放了，放了。种类，这个曾经你自己说你很爱。第四个，以那个零食的种类来说，算是贵的。对对，蛮贵的，要好几个才能买三百。那个东西它一个确实是离300块有点远，但是如果以单包这种样子的零食来说，它真的算是比较价位高的，没错，就是不是便宜的饼干。一般来讲，便宜的一般来讲那个样子的东西是不会到那个价位。对，然后所以，但是那个东西我已经知道我的悲剧了。我会带着很多包我不需要的东西。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是比我粉丝还不如。粉丝全部猜对，对对对。啊，我们不是，我们是你朋友，不是粉丝。好，大家先放的，很多人猜。你要说他，你要说他，你要猜。1、2、3，开。很多口味组合，而且我帮你买这个非常多根。我原本觉得做我最不符合就是它吃完环境会变很脏这件事好像没有符合，可是后来我仔细想想，其实因为你是写说可能会变很脏，所以不是一定会变很脏。那这个就符合。好，1、2、3，放好了吗？好，你我放好了。
高热量，高热量，独立特定节日会很热卖，各大超商超市都买得到。嗯，有一个接近300的。我原本要买的是中秋节会出现的东西。什么啊？凤梨酥啊？怎么可能？那不是零食。但是那个东西就是我其实没有不喜欢吃。只是我不会自己去买，我也是，我不会自己去买吃。但是呢，因为它不是有很多口味嘛、嗯，有其中一个口味是我会自己去买吃的。真的假的？我只吃过一个口味。第二三转过去吗？好，转过去。好，要开了吗？还没转过来，等一下啊。好，一二开。一样、欸。一样啊。干嘛？这个就是这个。你喜欢吃哪一个？这个。这个是白巧克力的，这是外面是椰子。嗯，哎、欸，好厉害哦，有这么好拍哦，很好猜吧？你太苛刻了吧？我获得了无数包，真的很大。不知道什么，这叫什么？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要把它也配。非常夸张，真的好好笑。这些就是我们这次的交换礼物。哎、欸，我觉得皮薄很好，就是不会太、不会太薄的，对，不会太 heavy， 好薄，嗯，好吧，因为正常还要一颗、哦，那休息一下，那个背带，感觉它还是那个平的那个，收拾完毕，准备离开，这些是我们全部人两天一夜的行李，看起来很像去了哪里三天四夜，哎、欸，不对，四天三夜。新外套，女孩的新外套。我们现在是倒退走哎、欸。你要不要拍背影？怎么拍？这样这样。一堆垃圾。真的超像一堆垃圾的。两人录影就比一般录影的人还多。我们退房了，然后找了附近的一间咖啡厅来坐坐。这间 Mountain Town， 喵喵。点了一个盐可颂跟巴萨米，哎、欸，不是巴萨米克叫什么？巴斯克。吃苗栗的牛肉面，这家牛肉面叫顶级牛肉面，非常的 old school， 好酷哦，超级家庭式哎。你们敢吃皮蛋吗？敢、嗯。我们来附近买清新，配我们的牛肉面。2.5块。我的清新最爱就是乌龙绿无糖加珍珠，超好喝的。这吸管是我觉得最可爱的联名。哇、wow、哦！你跟我一起吗？那我觉得牛肉面跟一般牛肉面味道蛮不一样的。嗯，它又有点清炖，嗯，综合的，半清炖半红烧感。早安，大家。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外面很吵，因为现在外面施工声变得超级大声，我每天在家都觉得快要被吵死了。总之呢，我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很喜欢的这一条棉被，就我整个冬天都在盖它，就是这个蓬蓬的云朵被。虽然如果你们是平常有在跟团的人，应该就已经会听过它，但我还是想要再介绍一下为什么我喜欢它。首先第一点，就是我最喜欢它的点是它超级超级无敌亲肤，就是你们看它是这样，就一个被子，它也没有装被套或什么，就这样，因为它叫云朵被嘛，你盖上它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像是被云朵包覆的那种感觉，就蓬蓬松松软软的包在你整个身体周边。大家冬天的时候盖棉被通常会有个问题，就是你一上床那一刻你会觉得超级冷，但这个呢，虽然它不是什么绒面的材质，可是你上
生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它是温暖，就你不会感受到任何的冷意寒意，一秒就会让你非常舒服。而且我觉得我最近常赖床，可能都是因为这个棉被太舒服了。它这个是不需要装被套的，可能就会有人担心说，哎，那会不会就不卫生啊什么的？不用担心，它是可以这样整个棉被直接完全丢洗衣机进去洗。然后我觉得它比一般棉被多了一个优点，它里面那个夹层跟外面这一层是直接锁死的，所以它四边的这个角角是完全不会跑位。就我最讨厌那种棉被刷一半然后就有个地方空掉，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它的尺寸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你是跟你的另一半或是反正跟你一起睡的人一起盖同条棉被的话，这个就不用担心在那边抢来抢去。但我自己还是有一点不喜欢跟我男朋友分这个棉被，因为我觉得他就这样一个人睡，然后你把它裹在你四周这样环绕着你的时候，真的很像就被一只熊还什么抱住的感觉，就很舒服很舒服。总之呢，我就已经睡了好几个月，然后觉得真的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从影片上线这天开始会有一个团购，对，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趁这个时间。大概了，今天我给自己70分。哇，直接户外厨房。我们要准备去吃圣诞晚餐，今天是平安夜啦，但是我们提早吃。对，那我今天的 OOTD 快速看一下，我里面穿一个超薄的衬衫跟我的裙子，洛阳的联名鞋，然后我很久以前的大衣围巾。今年度的圣诞晚餐一样是 Tuga， 其实我今年吃过 Tuga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好像我生日的时候跟我朋友。二房我还是点了个上次一样的鸭肉沙拉，还有这个蛤蜊是新的。香菜料理，满满的汤汁。嗯，我已经跟你学习了重口味吃法。海鲜炖饭，他们家的海鲜炖饭真的非常好吃。出场式的牛舌，看起来超厚的。最后的甜点不是烤布雷。是吧，我们现在要去 Silver Twinkle， 因为我的尾戒不见了，我要去补一个尾戒。左转，给你看看。到了，就这家，这家是我觉得品项最齐全的，所以通常我都会来这边。